出发吧。惜命的话，就来一决胜负吧。看我的这一招！遵命。结果是这样啊。可以打扰一下吗？说说你的见解吧。很好。请听我说。我会秉承仁义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听俺说几句。很困难吧？当然没关系。我知道了。好，请交给俺吧。什么？你愚蠢！什么？你要违抗俺张翼德吗？
可能啊。打扰了。愚蠢的家伙。有些困难吗？若是那个人，也许能行。的确如此。我明白了。对方会如何应对呢？初次见面，很荣幸能见到你。
感谢。报告！非常感谢。报告！有人通敌了。我收到了任务。我明白了。各位，随我李奉先出征。感谢。
信之志。打扰了，感谢。我来了，结果就是这样。非常感谢。情况就是那样。感谢。我有一个好主意。好吧。好吧，好，我会放手去做。
立刻动身。惜命的话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看我的这一招！请你重新来过吧。大概是这样吧。来一决胜负吧！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看我的这一招！打扰您了，感谢。结果就是这样。我收到了任务。我明白了。各位，随我李奉先出征。
收到了任务。我明白了。我会放手去做。别来无恙吧。大概是这样吧。结果就是这样。谢谢。荣幸之至。抱歉。报告。抱歉。接受，这就开始吧。是这样吧。哈哈哈哈，荣幸之至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请交给我吧。我会放手去做。
刻动身。惜命的话，就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看我的这一招！事情就是这样，感谢。